在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，唐代因其文化艺术的繁荣和成就独树一帜。这其中，唐代金银器独具魅力，它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，更是文明的缩影。金银器之所以为人们所喜爱，不只是材质的昂贵，还因为它们有着极具魅力的花纹装饰。这件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便是一件典型代表，它做工精巧，纹饰多样，层次丰富。杯身中部微微向内弯曲，形成一道弧形。八个棱面上，缠枝忍冬与花鸟纹相间排列。其中两幅鸳鸯与两幅鸿雁相互呼应，搭配萱草、蜂蝶、雀鸟等装饰。评判上赞刻有明艳、云朵、萱草，使画面极具生命力。环柄外面的海棠纹、圆底内的宝相花团与圆底外的缠枝忍冬，更是为这幅生机盎然的画面增添了几分诗意。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，犹如春日的花枝，盛开出唐代的明艳与繁华。